到拿库，拿库杀进去上篮得分，拿库杀进去吃掉了蒋玉安啊。来看一下刚才拿库的这个扣篮，其实快要掉球的情况下，刘元凯找到了拿库，是陈孝荣，拿库大号的三分尝试进，有对战上面主场优势啊，对，拿库的外线投进了三分球。